中午十二点了，你们点中午饭了没呢？点了还没到。知道吃什么？我出去一趟，你们好好写方案，下班前交给我。哎，好嘞，经理。好的，经理。好的，经理。来了吗？整起来，游戏赶紧的，赶紧上号上号，今天中午必须胜利一把。不是，我这个号段位有点低，我匹配不到你们，要不我再升下级。行，你好好练啊。行吧行吧，你是有点菜。来来来，我拉你们了，我拉你们了。我打中单。准备开始了，准备开始了，快点开始。好好，进游戏了，准备准备。想不到吧，我表面上是在打游戏，其实早就找了代练，这样我就能偷偷的在手机上写方案，等我第一个写好方案给经理看了，就能升职加薪，我卷死你们。哎呀，好，指挥啊！我的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！想不到吧，我早就练就了一心二用的绝学。表面上你们以为我在跟你们玩游戏，实际上……等我第一个用脚写好的方案给经理看了，就能升职加薪，我卷死你！求求你点卡，你别站着不动了。我都来到你面前了。想不到吧，真的有人在认真打游戏，只不过那个人不是我。我让我的双胞胎弟弟帮我打游戏敷衍你，而我却躲起来，并急速写方案。等我第一个写好方案给经理看了以后，就能升职加薪。我绝死你们！来朱小明，你的呢？我上白银了。什么？人家中午都在写方案，就你在打游戏？我中午休息时间打游戏怎么了？你说下班之前交的吗？还有你们这些人，卷来卷去有意思吗？最后还不是卷到自己头上？大家同时射出人，相卷何太急？我今天就把话撂了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中午打游戏也没错。是吧？朱小明，你给我滚！坐！刚才那把辅助打得太好了，你带我上白银了。哎呀，董事长，还是您玩的厉害，我都没什么贡献。您那 ADC 玩的，哎呦，那走位简直是无懈可击啊！我打游戏很有天分的，特别有，您就是我心中的 MVP 啊！我射手座。亚顿，一会儿我有个局，你跟我走。在车上，咱们再开一把。哎，表面上我在打游戏，实际上我是在跟董事长打好关系。这个破方案我不用写，照样升职加薪，我卷死你！咻咻咻咻咻，短，陈翔六点半。